好啦，咁啊镜头一转咧，咁啊秋文除咗系挥发之外，亦都系人哋嘅 mechanic 嚟嘅，咁啊帮阿蔡 Sir 入油，系啦。未正式开始，唔使入油啊，曹操。好啦，我哋又从另一个角度去，喂 ，hello， 咁我哋又从另一个角度去睇下秋文做啲咩啦。咁啊，因为前场太多太过忙啦，咁啊唔系咁方便。除了被人監督住自己，被人監督住架車之外，佢都係監督人哋架車噶。咁啊，除咗要留意人哋架車嘅動態之外咧，咁啊要提點下佢保油啊，各樣各樣嘅細節事情，因為喺台上面揸緊車嗰個未必見到咁多嘢嘅。咁啊，當然啦，喺空餘嘅時間就梗係交際應酬啦。啊，咁佢隔離嗰個 XV 嗰位就係肥仔威啦。刚才的阿 driver 阿 Sir 的车死了火啊！碌到水啊！提一提佢，碌到水啊！咁啊，睇下蔡 Sir 嘅时间，睇下车架嘅设定或者。轻剪嘅设定有冇需要修正啦？
因为各位车友仔啊，系咁揾个死汽油向住啊，抽埋个背脊，系咁拉油啊！呢位就是何輝啊，好中意玩遙控車的一個車手。咁啊，試車完成啦，咁啊，拎翻架車埋位先。有到我啦。側田，你有名喺度嘅，你係咪諗住行下咧？好啦，咁啊，秋文又準備下一段嘅初賽，咁就轉頭再為大家報道啦。咁佢就行開咗去準備其他嘢，咁啊，擺低二輛啊，執下架撐，咁或者同阿蔡 Sir 交低一啲佢剛才初賽入面嘅少少細節。係啦，咁啊，轉頭又再報道一下啦。